大家好，我是中国新西兰电影节组委会主席何志云。在第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电影节开幕式之际，我仅代表中国新西兰电影节致以热烈的祝贺。本届电影节的主题是突出国家战略，弘扬本土文化，彰显为民惠民。非常高兴看到有180多部优秀影片入围，祝贺所有角逐百花奖的提名影片。百花奖是由101位来自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的影迷们评选出的大众喜爱的影片和角色的奖项，真正体现了观众们对参赛影片的评价和推崇，增加了影迷们与影片和电影人的互动，缩短了电影人与观众的距离。疫情的发生没有阻止中国电影人们的追梦，他们整戈待旦，磨马厉兵，争分夺秒地投入到创作之中，决心为中国电影的再次腾飞积极工作，努力耕耘。中国电影的春天正在含苞待放，旭日待发，期待着中国电影行业继续蓬勃发展，再创辉煌，向中国电影人致敬。虽然不能亲临现场出席和见证这场电影界的盛会，但是作为身在海外的国际电影人，时刻关注着中国电影的创新与发展，中国新西兰电影节希望也愿意与百花电影节合作，为中国电影人与新西兰电影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为中国电影国际化共同努力。衷心祝愿第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电影节圆满成功。